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，是求这个式子的值。好，那么我们由这个式子知道是要使用这个和差角公式 tangent alpha 加 beta 等于一减 tangent alpha 乘以 tangent beta 分之 tangent alpha 加 tangent beta。 所以呢，我们对照之下，这 alpha 呢是36度， beta 是114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式子的值，这原式就等于，这是 tangent 的 alpha 加 beta， 也就是 tangent 36度加114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等于 tangent 150度。那么我们把 tangent 150度写成是 tangent， 这是180度减30度。好，那么150度是落在第二象限， tangent 是负的。那么使用这样的写法，我们函数不变， 30 度带进来。因此呢，我们这个式子的值是等于负的根号三分之一，那么也就是三分之根号三，这个答案